奇怪的，没怎么见过，肉眼看的更震撼一点，是不是特别压抑？的硬件跟我对比，我们你有硬件，我们不是这个名字，跟他这个字体了，还有那个装备形样式了，都是不一样的印章。引发广泛关注，涉事殡仪馆称是伪造的假印章，但很多网友对殡仪馆的回应表示怀疑。网传图片显示，看似一间学生宿舍中被掀起的被褥露出一部分床板，床板上赫然印着绥化市殡仪馆字样的圆形印章，印章中心还有一个红色的五角星。该图片在网络被众多网友转发，迅速引发关注和热议。网友称好瘆人，真恐怖。新京报报道，绥化市教育局也表示，经初步排查，暂未发现辖区学校宿舍床板存在网传盖章。但对于上述殡仪馆和当地教育局的回应，很多网友表示不相信。网友质疑，能不能把历史上用过的章比对一下？床板上的章又不能确定日期，谁好好的刻这个地儿的假章？先把学校的床板来源说明一下。我瞅你真的裂了，这一面啊，这走到这边来，我靠，他妈裂穿了，回去这一栋有点危险呢。哎，你看，这哈裂了，这，看，对，你啊，呛坑，你看那肚里呀、啊，
助理怎么认识？都不，你看到我要离了，都不都不真离了，伙计。就这个东西的影响，就这个地方挖，影响房子下沉了。我的媳妇五点钟打电话，妈的，不能到我的水，有点过来。我一直那么走，这把救命不得等了，怎么搞？老小子，俺怎么回事？你家是？哦，他这个高架我就要不得，这个高架我就。喂。这你姐的这二上天的不闲了，就我。我就说嘛，哎，我说你说嘛，我就不能不靠不靠知道。你好漂亮呢，那你不口罩我就不晓得表不看了。嗯嗯嗯嗯，你不要感觉舒服，他感觉不晓得得看表。你不控制不住的表，那就表啥？怎么讲啊？你不嘛？哎，不了，我这看上去那个什么那个啥，你表我啥？你不控制不住的呀？你不得把外面讲的啥？你不看什么？怎么那个？你表我啥？怎么讲？你那个那家的表啥？谁叫我们吃那个？我今儿把你可别在院里。哦，马家小马，我问他。你还是我家给你表口罩啥的，大姐，都不会的，好姐，你这啥都不晓得，这什么？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
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带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